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f(x) 是这个三次函数了，它的对称中心是负一跟五，然后你把呢这个函数图形哈，经过平移以后得到这个，那得到这个的话，它的对称中心呢就是零零嘛，也就是说哈，你把对称中心呢从这里移到这里来，就等于哈将整个函数哈移动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就是从这里移到这里来，也就是说它本来哈，本来这个没有经过呢平移的这个函数哈，这是 y 嘛，没有平移的函数的话应该是 f(x) 啊减掉5啊等于多少呢？这 x 带多少 ？x 加一啊 ，x 加一的三次方嘛，减掉5倍的 x 加一嘛。这个对称中心哈，就是等于这个了。啊，你把这个令成 y， 啊，把这个令成 x 的话，对称中心就这个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呢，这个 f(x) 哈，就等于什么呢 ？x 加一的三次方嘛，减5倍的 x 加一，啊加5了。好，现在他问什么呢 ？a 加 b 加 c 加 d 啊，我就给他带一嘛，我就给他带一。我就给它带一，带一后这个这边等于多少？这边是2的三次方嘛，减掉呢5乘2，啊加5，啊这等于多少？这个带一的话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8减10啊哈，加5，这是负2了，负2加5是3，所以答案是3。